果然有小嘎嘎，是不是？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远，只会野人。哎呀，我去！这人头。可热呢，还搁那搜呢。过来了，干他！哪里好？马上进厕所，一言不合就进厕所，搜他们包。来了，往哪里跑？还敢舔包？这嘎嘎，年轻不？我去舔包。快撤，背夫的，明包的。然后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不出去啊、哦，找高点继续守包，肯定还有人过来舔包一会儿啊、哦。咱们就守着这包就行。舔包去了，舔包去了啊、哦！去死吧！哎哎，趴下！这么多包，我就不信一会儿没人来舔啊！哎。上山坡了，要舔包来了啊、哦！要舔包来了，来了两个小嘎嘎，一会儿教他们做人。舔包去了，果然要。哎，好像发现我了。呀，跑了！要打我！不着急啊，稳住，看我怎么教育走他俩的。完事儿，教育走。不着急啊。不补啊、哦，不补！他队友很不着急，比我都着急，知道不？他队友比我还着急，就搁这待着。哎哎哎哎哎！这小嘎嘎有瑕疵呢，这一下给我爆头了。